元妃卿受我西瀛大权，若我们与他结盟，进则可利用他袁家的力量去巩固你东宫的势力；退则，万一袁清江把持朝政，他也会对你留有情面的。听他的意思，机密的文件都放在书房暗格中。 可有把握？他喝醉了，我趁机问出来的。好，有什么新消息，立刻来汇报。知道了。你哭丧着脸干什么？去多查一些胭脂。 真不愿相信，你是王家派来埋伏在我身边的人。可今天，我却亲眼看见了这一切。婚礼，这新婚燕尔，你让我该如何是好？ 可怜的孩子，你说什么？你明明就是个小女孩，连句谎话都不会说，他们却硬要把你推来，也真的是狠得下心。你是如此明澈，所以即使今天我亲眼见到你向皇后报讯，我都没有办法对你绝情，因为你我都是可怜人，身不由己。 你选吧，我还是你姑母，只能选一个。可你都知道了，你日后还能信吴芥蒂的对我吗？如果你选择好好留在我身边，我宣本誓带你如初。幻礼，如果我倒了，作为我的正妻，你又如何独善其身？这道理三岁的小孩都懂，难道你们王家就没一个人懂吗？你的家人在把你往火坑里推。 父亲，这三年来，那宣本父不过仗着元妃卿和宋明磊在背后给他出谋划策，每次上朝尽说些减轻赋税和改变科举之类讨巧优征工的事，可这些哪有一样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？ 他又为战事做出了什么贡献？如今父皇是很中意他，真让人心生不服。气归气，但袁家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他们辅佐太子，却绝无二心，我可不信。你这话也提醒了我，眼看着太子的靠山越来越多了，殿下，你也得为自己找个盟友了。这些时日以来。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既然太子拉拢元妃卿，那我何不拉拢元妃白？他们哥俩可是势均力敌呀。这种不受袁家重视的公子，
你拉拢又有何用啊？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袁飞白才是靖王最疼爱的儿子。我专门派人打探过，还不是因为他有一名侍妾，名唤花西夫人。这花西夫人因为与靖王不和而离开袁家，却不料落入南国段氏之手。花西夫人为了踏雪公子，以死守护贞操。踏雪公子感动之余，与靖王大吵一架，自此被囚禁于地牢之中。这种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之人，为了一个女人就能把自己的前途葬送。殿下，你为何要与他结盟？哎，袁飞白能为一个女人而放弃天下，说明此人重情。如果我此时能解救他于危难之中，他日他必将感恩于我。可是一个被袁清江软禁之人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出来重掌大权呢？花西夫人死后，袁飞白一直再无纳妾，而我记得我的妹妹淑仪公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。你是说将淑仪许配给袁飞白？若是圣上赐婚，那袁清江总不能让公主跟着儿子在地牢里生活吧。而我作为淑仪的亲哥哥，自然跟袁飞白就成了姻亲。到时候不管他愿不愿意，他都只能是我的人。双泊之战，袁家军被迫退守双泊以西，这样下去我们会陷于更不利的局面。王爷，当前双泊战场，我军需要一员良将坐镇，方可挽回败局啊。那派谁去呢？要不把于飞燕找回来。两年前监军乱命，飞燕败退的时候被潘正月放了，陛下因此而怀疑他，他也就此解甲归田。现在把他强拉出来，也未必平得了他心中的怨气。由他去吧。那宋明磊呢？光前做军师有余，做帅才不足，还是让他继续辅佐飞卿吧。也许是该让他出来了。三年来，西营的实力扩充了足足有三倍，你又将西营改成了林德军，成为袁家军的一支，而且还连打了两个胜仗。光前，这些年你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。大哥，光前素来与您同心同体，不过也是老天待我们不薄。这些年三公子因为与王爷起了争执入了地牢，这东营一直由韩修竹代为打理。虽然他也改了名字叫袁德军，却一直没有什么作为。是啊，我那三弟整天想着他那个什么花西夫人，就他这状态想要东山再起难了。但我们也不可以掉以轻心，毕竟父王一直偏袒三公子，不可能将他一直关着，此人一旦出来绝对不可小觑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是陛下赐的婚，淑仪公主，父王让我给你的。父王都三年没来看我了，如今却要我成婚，可能是父王想借陛下的赐婚堂堂正正的放你出去啊。父王是牵挂你的，干嘛要耽误人家的一生呢？这赐婚我不接受，这可是陛下的赐婚啊，你怎可能有转圜的余地？我有办法。哥，你得帮我个忙，
好。娘，你喜不喜欢这画？好孩子，真乖。夫人，夫人，紫云又出大事了，皇帝赐婚淑仪公主和元妃白了，看样子三公子是要出来了。他说过，他喜欢阳光、雨露、蓝天白云。大胆花锦绣，竟然敢擅自离开安乐观！来人，在，把他押回去，严加看管。王爷，锦绣可以死，但是能不能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？孩子是无辜的。王爷。锦绣，锦绣，怎么样？啊，王爷，身体极其虚弱。抬起不稳，这一胎得好生保啊！啊，我这就给夫人开个药方，啊，请随我来。好，王爷。哎，身体虚，别动。我生完孩子，我就回去，绝不让王爷难做。这种时候，别胡思乱想。王爷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我才知道。死去的姐姐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孩子最重要。我不怕回安乐观，但是我怕孩子从小没有娘亲在身边，被别人欺负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不要让他被任何人欺负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们母子分离的。王爷，安胎药。做好就送过来，我在这儿陪你。诸位，本店今日起开张一个月内，全场打80%。多谢捧场，多谢捧场。您够热闹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你居然不知道军纪啊？不知道啊。3年前，南部涌现了一个神秘的异商君莫问，将军纪开遍了大江南北。这家军纪是第199家，这么多家。都说这君莫问呢，乃经商奇才，做什么火什么。可是奇怪的是啊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只知道他打通南国到汉地的通道，又豪情仗义，接济难民无数。至于他的发家之道，乃是以物易物赚取差价。最有名的一个传说，就是他亲自到蜀国收服了远近闻名的刁难鬼。贾老板，这上好的滇茶在南国，除了皇帝之外，
怕是只有誉王家的人可以尝尝喝了。君老板凭着500担贡茶就想换我从藏地运来的上乘香料，这未免有些太少了吧。你可知道这方圆几百里运藏香的就唯独我这一家。怎么，贾老板您想加价？哼，一口价再加200担。贾老板，这以物易物赚的本来就是差价，您要是这样做的话那就别赚了。哦，好像再过2-3天蜀北的茶商就到了，他们的茶比起你这个滇茶可是不相上下。这方圆几百里运藏香的就唯独我这一家，如果君老板您舍不得那200担，只怕等他们到了您再出300担也换不回我的藏香了。那看来茶叶要泛滥了。贾老板暗自得意，可君莫问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不是等闲之辈啊。贾老板，现在蜀北下大雨，山路阻塞，您那些茶供应商怕是来不了了。就算来，那些茶冒着雨运过来您敢收吗？笑话，蜀北离这有一山之隔，怎么可能有雨啊。莫问看着远处的云彩便知，那一片就在下雨。有道是山外有雨山内晴，您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再过一个月便是雨季了，您到时候想要把这些茶运回去恐怕也难了。贾老板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我500担滇茶换您所有的藏香，可是这雨季不等人呢，莫问也要为自己后面的生意谋路。小玉，把所有滇茶都押入仓库。是。贾老板，莫问这就带货避雨了，告辞。老爷，山那边下大雨，周老板遭遇泥石流回不来了。什么啊？哎，君老板，君老板，哎，100担再加100担咱们就成交。哎，50担总可以了吧？啊，哎哎哎，就依你，成交。我本风雅颂，亦得佳偶子。但惜烽火台，何惜身作死。青梅，3年了，你日日来送饭，我知道，就是为了想看他一眼。你以后别来了，免得让自己痛苦。风华锦九州，公子踏雪来，的确，我不该对那样神仙般的人产生痴念。可是我还是想看见他，我希望他永远都知道我在他身旁。一卷春水，点黄昏；几缕香寒，散玉尘。阿珏，我让你印发的花溪诗集印发的怎么样了？飞白啊，这诗集一旦印发了，我们就得罪皇家的人了。我知道，可是只有这样才能让皇家退婚的。三公子。青梅，你做什么？三公子，
这三年你受了太多苦楚，如今终于有见天日的机会，求三公子万万不要放弃。花木槿已死，泄露风声者格杀勿论。是。木槿，木槿，拜托了，你今天做了决定，千万不要再后悔。生生不离的解药，我一定会亲手奉上。我心意已决。阿菊，你在这黑暗当中也是守着一份不可能的感情，你觉得值得吗？花都开了，鱼儿、刘儿，为父给你们出道题吧。谁要是赢了，为父有重赏。父王，孩儿要您赏的内造点心。为父还没出题呢，你怎么会知道你会赢呢？母亲说孩儿是嫡子，没人敢赢过孩儿。哼，我出题了啊！今日春意盎然，你们就以物赋诗。春天，春日树发芽，处处看飞鸟，鸟窝里有蛋，看着真不少。刘儿，该你了。倒春不常在，狂心成酒性，醉里王返首，一路香盈袖。好，刘儿这么小的年纪就知道袁家先祖的诗了，实属难得呀。